要摘来人吃还是鱼呀、啊，给鱼呀、鱼呀、啊，我要养土鱼给田永杰，给我还说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看到你在摘菜，原来是喂鱼。今天有太阳吗？所以我就纳闷了。这天气也是没谁了，昨天还温度那么高，昨天才脱完穿长袖，又去换衣服，把那个长衣服收起来。今天又要把短衣服收起来。你信不信过几天你又要把那个长衣服又拿出来了？抱吗？来。我刚害我开空调睡，我来不来？他叫你定时你都不定，他早上冷死我了。来，来不来？不来。那不是盖着被子我都觉得冷。他不来的，那你来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你来吧。哎呦，哥哥也要抱抱我，哥哥那么大了还要抱抱我。你来好不好？好。叫叔叔抱弟弟好不好？这边抱一个好不好？好吗？好、啊。来不来？来不来？灰灰，来来 来, 来不来？你看真的来了吗？真的去吗？哎呦，你累坏叔叔，你要累坏叔叔。哎、你两个好薄底哦。哥哥来了，他也要来了。你吃醋啊？你吃哥哥的醋啊？看到哥哥得了书包，你也要？叔叔、我想放他下沙发睡，放一下马上就醒，抱起来就睡，一放下马上就醒了哟，坏蛋嘛这个，哈哈，害死了，亲一个，两兄弟亲一个，两兄弟亲，讲一口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们俩黑白配，棒棒的啊，帮爸爸摘菜菜吗？喂鱼好不好？来，你就跟爸爸一样。哎、看爸爸怎么摘的，你不要摘那个嫩的、嫩嫩的可以吃的，摘那个老的叶子。等一下你拿去喂鱼吗？小小你去喂鱼，彪彪。让爸爸一个人摘，啊。姐姐，走。走，跟爸爸去喂鱼。好、爸爸去喂鱼了，下来走路快点。你看你鞋子，袜子套拖鞋。今早上连鞋子都不穿，穿一双袜子在院子跑来跑去。哪里喂鱼？你去哪里喂鱼？我以为你去鱼塘喂鱼，鱼塘那些鱼能够喂吗？这里够喂一只不？这水马上长青苔了。放青菜肯定长青苔，你看来了，你看一丢看一丢就来了。你看鱼来了，鱼过来喂鱼。哇，好多鱼在这里吃菜菜了。来，别说喂鱼，你好兴奋。哎呦，看见看见。看到鱼吗？丢下去喂鱼。姑姑，你看了不？你看那个鱼就来了不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来了，你看。拿一个。拿一点就好啊，不用拿这么多。拿一张，拿一点，丢，然后把它，喂，哎呀，你看就来了，你看你丢它就来了，你看了不？你一丢它就来，你看，哎，来了，来了没？看到鱼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个在手，大一个鱼。大一个鱼。丢下。丢，丢。哎呀，给他吃饱饱的好不好？给他吃饱饱，长大大个的。好，抓起来给优哥吃。长肥肥的啊、哦。嗯。嘿，那他们会觉得这个菜苦，他不吃啊。你以为像你那么挑啊？哎呀，哎呀，优哥，来，爸爸给你喂啊、哦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一张一张丢。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鱼来了吗？来呀！鱼，好，鱼彪彪，鱼。这个你不下去吗？你是不是经常喂米啊？是啊。你喂一下鱼，猛跳起来。嗯。我爸经常喂，然后一喂，难怪我说一丢东西，这个鱼就上来，习惯了。你抓一抓把那个。下次要搞个奶瓶来给他喂奶。不用姑给他喂奶。喂奶啊。像公园里面的吸奶鱼，叫鱼，叫鱼，叫鱼，我正在叫鱼，叫鱼，哎呀，大一个，大鱼，大的，不能养黄，过两天要换水了，过两天，对，你来看看这个鱼，这个水，来，那不行，过两天好，嗯，来我挂鱼，嗯，我挂这鱼，说什么？我关心，知道你说什么？你跟鱼说话呀？哇！大大的鱼，嗯。哎呀！哎呀！好多花花。
你看这个是什么？大我啦，大你啦，大你怎么了？大你坐车啊？哇，花花！爸爸摘一朵漂亮的给你吧。采花大道。哎。哎呦喂！戴到耳朵上去。戴到耳朵上看一下。放。等一下，等下放嘴巴去。你哥哥小时候就是一摘到野花放嘴巴。哎呀！啊！哦，你也要想戴呀、啊？你看这个坏蛋、嗯！哦，你扯那么长了，花花。哎呀，你看，叫叔叔看一下，好不好看？你看，你好不好看？我才这么长，他自己摘的。那个开始摘了，丢了，你看了。这个坏得很。来，我帮你戴，戴稳了吗？你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哦，弟弟也带你，你们全部都变成什么了？弟弟不要摘了，弟弟呀、啊，不摘了。我在那里。哦，阿哥哥哥戴在耳朵上。哦、哎呦，弟弟拿下来了。我帮我摘。好了。他在那里。你等一下，他又摘你喽，你不要靠近他。小灰灰也睡觉了，感谢收看今天的视频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给我们点一下关注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来，你这一早上喊了多少遍了，要跟爸爸，要找爸爸，爸爸现在没有空，爸爸等一下开车回来了。来，你自己绊到我的脚摔跤的。两个老师在抱我的脚，摔跤没？你也是，睡醒了就在哭哭哭。过来快点，不要抱抱啊！要不要？爸爸不在家。你爸回来忙得像陀螺一样，哪有空？没有空带你玩。爸爸等一下就回来啦，快点起来啦，你在这里哭爸爸也回不来呀、哭能哭到爸爸回来呀、一整天都没精神，说话都有气无力的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打疫苗的原因，但是疫苗又过了那么久，又不发烧，感冒也不严重，偶尔有点咳嗽而已，就是这个精神老是萎靡不振，说话都有气无力的。爸爸说半个小时开车回来。从早上起床开始就喊着一天，我要跟爸爸，要跟爸爸。我要跟爸爸。我要跟爸爸。他等一会儿他哪能通知他啦？大号幺三五啊！你爹干嘛？你也是刚刚才哭停。扎个想想哭得天崩地裂去。我还要去。我还要去玩。还要出去玩啊？那你又不给我上去开车？我说让你在这等我，我开车就下来，你又不给。要不要坐车？要。那你在这等我，我去开车下来。好。在这等我不？刚刚死活不给我去开车，那我去开车车哦，开车去找爸爸哦，不许哭了吧，擦眼泪，快点，在这等我啊。去哪呢？去找爸爸。爸爸在哪里呢？爸爸在哪里？去哪里找爸爸？
那里？不在。爸爸。爸爸又不在江口。那我们去江口玩一下就回来了哦，嗯，好不好？嗯，才不要去江口。那你想去哪？嗯，爸爸。我都不知道爸爸去哪。爸爸跟叔叔开车出去了。去江口。嗯，去江口。哥哥睡着了。去江口转了一圈，好想睡啊。干嘛？不要下车！不要下车啊！那你要在车上睡啊？是吗？妈妈，爸爸，找不到爸爸呀！妈妈抱你睡觉好不好？不要妈妈。哎，这个家伙难搞了。我带你去看狗急好不好？妈妈，爸爸还没回来呀。我们去鱼塘好不好？那你就在车上坐了。我带弟弟去了不？好吗？爸爸不在这里，你跟怎么跟？等他回来你再跟。那你就别下了，我给你在车上。你下不下来？我关车门了不？你爸爸不在家，等你爸爸回来一些你就跟他。我要跟爸爸。爸爸都不在家，喊了一天了，去不去？你不去，我就带弟弟去。有车坐，你还要背背？背你我都背不了弟弟啦。上车。那你们去不去？你要背背，你就在这里，你不要去看了。我带弟弟去看狗急去。去吗？上车。你要背背，你就别去啊。我没有办法背那么多个。那你在这里了。那你在家看家了，我带弟弟去了啊。你去不去哦？吃完果我就走了不？我要吃。你再不上车，等一下你就不得去了。又不睡觉，又总想让人家背。那你不想走路，你坐在这里看电视不行咯？背着人家不累咯？黏黏的。等你爸回来，叫你爸背够去。红苹果，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不要把狗放头上啊。别搞头发脏了嘞，蠢蠢的。不要放头上去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你都吃完了。好吃吗？给弟弟吗？这是弟弟，你要不要？要这个。哦，弟弟吃柚子，给那个弟弟吗？给你要不要？要吗？好不好吃？软软的哦。样品都快被吃完了。你在干嘛呢？喝水。喝水啊？嗯。快吃快吃。弟弟拿水杯过来。这样可以。妈妈可以。这个网站，它必须得是10元左右的。谢谢。喝完没有？嗯。喝完放那边。嗯。干嘛？
你帮我拿。那你手不会拿下来吗？不会。我看你真的是整个便便残废了是吗？是吧？生便便残废了吗？都是温泪。啊？对。但是我背背累你，你也知道背背累，你还要人家背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吃完了，没有啦。还有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丢垃圾桶去，丢到垃圾桶去。你个点子。还吃吗？吃不完了，吃不完给我。那等了一天，你爸爸终于有空了咯，喊了一天要跟爸爸咯。我之前说带骑这个车带他去鱼塘，他说那里好多狗狗了，这个家伙不敢去。这个小都怕狗，这个大的说要我背他去。那你上来快点。哦，你跟牙啊，奶在这里不？怕的，不怕的。奶不？我想好抱的。不怕的。那狗狗被拴起来了，我就不去了。我去鱼塘去看狗，两台公鸡陷在那里。啊？动不了了。我们一起看。嗯，给它摇。哎，站不来一点，快点。嗯，这这也站不了。看差不多。有一些小鱼是我们的哦，两个都是我们的哦。嗯，它都在，又会给我吃。干嘛？啊，它的鳃在动是吧？我们还要弄那个鱼，我们还要拿去煮。它就跑了。它游了啊！它游走了。我不要三十个。慢点哦，慢点哦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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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抓鱼喽！哇，这个大坝开干水了。看你晒晒，哎，哎呦，跑出来了！不跟你，给谁？拿去哪里？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，放在水里面。优哥，哦，乐乐哥，他给鱼给你。乐乐哥，看鱼看上瘾。他给你。放到水里面啊！放到水里面啊！太吃了，对对对，是的。他动不了啊！哎呀，他动不了啊！没有啊，我等一下吃了给他们。这还有小青龙，哇，有我。好吧，全部都加油不？有，我看到贝壳了。干嘛？看，哎，看我好啊。哎，抓住它跑到上面。你这里好多小螺丝。你看。对了，还有吗？嗯，现在没看到。我也看。慢点，慢点啊！这还有。还有啊？我们先画吗？慢点。妈就给姐姐演的吗？不管。没看到。这还有，嗯，放进去。拿盆子过去，小心点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哦哟，刚抓鱼，刚抓鱼。哎哎哎哎！一下子踩到了。嗯。快点，又下来！那抓上来啊，捡上来啊！你还去摸衣服上面去？下面捡。嗯，捡到桶里面去。快点，捡到桶里面去。好，看来有风干。
哇，看那个鞋子，快白洗了。哦，捡到，全部捡到里面去。今天刚换的鞋子又白费了。这才有活干了。铲子里面有一条。放进去啊！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哇，有股你看，哇，好多小鱼！好干了，好干了，快点！还有一个。来装回这里，有股。来，大鱼放回这里，放回里面。你那个桶都放不完了。放到里面去。来抓，抓到里面去。大鱼都跑出来了。回去再玩，回去再玩。快点捡进去，快点捡。捡鱼快，妹妹又跑掉了，捡鱼捡鱼。捡快一点。哇，抓得好开心啊！大鱼，大吗？快点捡。姐姐，你不捡啊？你在这站着看。把那个桨拿起来。不用这样，这样就等于我来讲，这样就是你帮忙。哦，这些鱼拿回去煎嘛。有姑啊，今天你爸不来，到你来了吧？接班啦、啊！接班。这么大孩子。虫子啊，虫子不要碰，不要碰它，不要碰它，不要碰它。你看看啦。哦，今天了，也要搬鱼了你。哎呀，三号了，哪有下面洗啊？这种天气很久才可以洗呢。哇，好大的荷花鲤！哎呀，六合壳啊，你给我也洗。他拿一个桶圆。全部倒到里面。要不，要不你捞了几条鱼？得没？啊，有虾。有虾。哎呀，你看果冻那里好多哦，大大个的。手稻谷，走啦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哎呦！慢点，看车吧，你不等一下我呀？跑那么快，走路边，走路边。不能走中间，走路边。你看你这一身，妈妈，鱼彪彪，鱼彪彪吃了是不是？哎呦，去看大鱼彪彪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你吃什么？吃饼啊，吃一点点。又吃饼饼啦？他们吃的咸。哎呀，哎呀，他喊的好脏啊！糖，嘴巴吐出来都是糖味，都是酸的糖，什么凉的糖，辣的糖。在这里。过来杀鱼哦！在这里啊。哎呦，我那弟妹个黄少生，那胡子海子，穿身体你咬蚊子啦？会都没人会哟。你不要拿来。都几点？这是小的。小鱼。小鱼。那刀来了，瘦了不？哎呦，哎呦，好多大鱼。刚好趁我的手比你大一高哩。你这脸没刮的壳啊？要脸，你这小鱼长得那么大脸。不要搞了，我们去换衣服了，走走。你哪刀割的？我穿了亮裤了。都那么严重了。哎呦！哎呦！这我们这不够大了吧？那买一双鞋整给你，来。完了，都不想走的。你这样的话，我就不要带你去了，下次都不带你去摸鱼了。要换衣服啊，凉啊。
上床睡觉了吗？看电视。看电视啊？那你不睡不觉了？这样不行的不？刚刚帮他洗完澡，一身的泥巴。啊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给我们点一下关注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宝妈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。今天去寄两件衣服给小航航的，是那个过年那几天在网上买的，然后前几天呢回去那天我才刚刚拿到快递，所以现在给他寄过去吧。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，跟我去寄快递，一直喊着要买糖买钩机，不得买了，生气生气了。我刚刚全部拉回来了，这是峰峰买的那个救援物资，木炭、金桔、矿泉水、泡面，哦不是，螺蛳粉，都堆满舞台了。一次拿不完，分两次啊！我都叫你分两次拿了。嗯。玩完要记得把玩具带回家，不然的话，风吹日晒雨淋，很容易坏。你骑车你还拿得了吗？嗯，你再多吃点饭，力气就更大了。你今天早上都没吃饭，等下弟弟都吃了，你没吃。我也吃了。嗯，乐乐哥也吃了，就你没吃。嗯，顶呱呱。要甘蔗吗？买甘蔗吗？你有钱钱吗？你有钱钱吗？几多钱一斤？过来收干蔗的。几多钱一斤？两两百的，怪啥？你肯定没在这里看看。下面上来。最后最后过来过来。我放车到这来的。过来这里。从这里摇过来。一块三一斤。听到甘蔗，这几个小孩全跑出来了。点头。是那对你干姐，真的啊，难忘的，卖的。一手是拉包，一手是冬钱，看到没有？哦，来，怎么样？上脑筋。看一下甜不甜？站在旁边的，每次来都可以吃点这个。我拉一点，这样子了。谁吃煎？弟弟吃煎啊！好，来来，好弟，拿好吧，我爸爸，来。甜不甜？来，弟弟来。你去谢没有？去谢叔叔没有？吃完再说哦。嗯，这个手的甘蔗多甜一点。嗯嗯。年轻人真是那么高兴啊！哦，一百五十七。真帮我扛困难啊！嗯，行行，拜拜。那你自己种还是等人家买？自己种的。你阿婆回来了。嗯。
阿伯赶集回来了。哎，过来，吃甘蔗。吃甘蔗。哎，你个赖甘蔗，我怎么去困了？被跳蚤咬了是没？哎呦，跳蚤咬的。哎呦，你去哪里了、哦、啊？难怪在喊好痒好痒。你放了车，一天都不沾都不回家，你是去哪里碰到跳蚤的？你看脸这里，哎，脸这里有两个红红的。咳嘞，我看你咳嘞，喊咳没？痒死你去！哎呦，奶奶，要搞个跳蚤看看肉的，哎呦，不耐心。阿婆，你是凉了哦？是不是衣服有？是衣服的，是摘衣服的多啊。就是刚刚才喊让你从校园那边玩回来。今天都是在他奶那边，还有小雨来玩，都没有娘回家。都没来再过。擦药药膏去。老婆帮你擦药药啊、哦。你看脸这里好像也是。哦哟，在劲。没得呀，换衣服呀，可能跳蚤在里面、嗯。老婆帮你洗澡啦，叫你不要去，不要去。然后我们脱衣服来洗澡，来捉虫虫，捉虫虫，妈妈帮你捉虫虫。谁叫你到处跑去玩？洗完澡就闹着要睡觉了。你还吃土豆吗？还吃土豆吗？人家都吃饱了，就剩你了。都吃饭了才被我弄醒。你干嘛？我从大火白火车啊？你不要搞公的酒掉哦！我不能开那么高哦！不要去那里，下来。反正不是这样放的，这样放做不了的。干嘛？要那样放才做得了？你开火车啊？哎呦，一个坐的一个人哦。等一下，你的彩妆完了，怎么做？来，哎哎，下来，把板凳那样放啊，那样横着放就可以走过来啦，不是这样这样子用脚。等一下你摔跤的话，我不理你啊。那么大胆的，下来。等一下你摔跤，我就在旁边鼓掌。你又爬，这样容易摔跤的。你都不听话，我就等着你摔跤。爬这么高，等一下摔跤你就有的笑了。No。压到手了，早就哭了，不听话，起来。